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写。我们刚刚在写的时候已经迈出去了，想不到吧？这是好的开始。哎，这样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先把它想成说这是一个高中的问卷调查。那因为这个环境不是空气污染不好吗？那如果我们卖口罩的话，你购买意愿度是多少？然后他如果这样讲完以后，我们再卖口罩。OK， 来了，刚刚已经卖出去了。车马上没锁。哔哔哔！你们想要买口罩吗？活性炭，千万被警察抓走。直销啊，有人想要买口罩吗？买口罩。日本活什么炭？活性炭啊！日本活性炭口罩。哎、欸，我们找一个定点好了。要找定点吗？找很怪。对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坐这里好了。坐这里吗 ？OK， 第一站是坐下来休息吗？第一站是坐下来摆摊。你说要买口罩吗？帅哥，帅哥，有人想要买口罩吗？在买口罩吗？独立包装，独立包装，日本更加活性炭。日本进口独立包装，有想要买口罩吗？日本活性炭口罩，这没有买口罩，一个五块。你不要给你靠腰。开始，姐姐要买口罩吗？谁要跟我？不要白痴啊！明年要戴口罩。I got the horses in the bag, horse stock is attached. Head is matted black. 卖出两个口罩。今天成功卖出第二盒，那我们今天第三盒。现在的状况是，我们卖出了三盒，然后通过还有这些。现在更改计划，我们更改计划。帅哥，下回有几个回我？对，帅哥要买口罩。帅哥，再有几个老回头，按摩送一个口罩啦。哎，我刚刚我拿个口罩，跟你啊，这边很赞。今天直接跟我按摩，再戴口罩啊。开玩笑，不要生，你们开玩笑，不要这样生气。对，没有，真的可以啊，我们可以送。我们可以送了，我们真的可以送，直接联合。谢谢阿姨支持，谢谢阿姨。要买口罩，要买口罩。要买口罩吗？要买。快点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帅哥，要买口罩吗？叔叔，要不要买口罩？一个五块，一盒180，独立包装。OK OK， 谢谢。第七个客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卖第七盒，就是越来越有感觉，进入状况了。要买口罩。这有点小金额。这是我们。第八个客人，我们再卖两盒就可以先休息。I got the horses in the bag, horse stock is attached. Head is matted black, got the boots black to match. Riding on the horse. 这是我们第九个客人，只买一个，5块钱，我们大概赚了2块。你如果买一盒，一个才3块，一个才，3.6，应该买着放着。可以这样换，然后你有卖那个什么钢盔，然后上面可以粘那个口罩的。我有那个肯德基的那个、袋子。我这也超惨的。500块，然后全部走光。有人想要买口罩吗？爱奇要不要口罩？很贵的哦。还是蓝色？哈哈哈哈哈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100吧。阿姨，我们这样一个才卖。OK， 是啊，好，他又买了6个，他回返，这没 OK。来，过来。Cowboy hat from Gucci, Wrangler on my booty, can't nobody tell me nothing. You can't tell me nothing. 走开。走开。什么话想说？分享，喜欢。